星系高三地球物理为主，高二物理为辅，并且以力学和电磁学的主题占分最多，比例超过六成。李思雪报道。他们的难易度跟各项的指标分数，我们预估都跟我们这三年来前三年的平均应该是差不多大致相当。我们上学期老师在说，这是从国外带回来。